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啊？我今天过来是想跟你说件事情的，你听了之后要做好心理准备啊。什么事？你说吧。彩晨他。彩晨他怎么了？彩晨他。彩晨他不在了。姐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没有开玩笑，这是真的。这是他最后给你留的银行卡，里面有30万。小雪，小雪，小雪，小雪。手术费需要30万，30万啊！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也拿不出这么多钱。要不我再出去想想办法吧，行吗？行，那我在家等着你。等一下，彩彩，真的是你啊？你不是死了吗？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。你不是？连生都一样，你说你不是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么多年了，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回家？小雪，你先让我走吧，我不想让你看到我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告诉我。对不起，是我骗了你，是我让我姐告诉你我死了的。为什么？当初你妈不是生病，要做手术吗？需要30万，我们两个都没钱。我托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，很危险。钱是赚到了，但是我的腿也废了。你为什么不回家？我都这个样子了，我怕连累你啊。连累什么？当初要不是为了我，你能去挣那30万吗？什么都不要说了，你跟我回去吧。我都这个样子，你还要我干嘛？彩晨，你是我的丈夫，你是我的顶梁柱，我永远都不会抛弃你的。